有一个那个床，他就挺难看的，我说你连个缝都受不了。哎，你这效果特别，他这桌子特别大，是吧？他不巧，哎，妈总可以呀，啊。这动脑子，不是，少卖2000块钱也不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陈总，给你创收的。就是。